春季最担心的肌肤问题啊，我不知道啊，因为很久没有开心过。打给爸爸妈妈，打给爸爸妈妈。好，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想去到生米的歌单里。这些问题，东方记者都可以帮你想到了。很久没有开心过，不过最近很开心的事就是成为了东方奇道的代言人。做美肤博主还没有到吧？因为之前自己一直也都知道，就是你不能够太频繁的更换护肤品，但是你也不能够一直不停的不换。因为每个季节它包括无论是空气的湿度或者是什么样的什么度，它会都不一样，所以是要根据不同季节要用自己比较适合当时比较适合的精华。但这些问题东方记导都可以帮你想到了。哦，最近想要尝试的音乐风格一直都有在做，都想的是能够在歌手上面好好唱出来。嗯，打给爸爸妈妈。对，因为最近因为特殊原因嘛，然后经常都是在家，然后就一直也没有回贵阳，爸爸妈妈就不停打给他们，一定要让他们确认不要出去，如果非要一定有非急非常情况要出去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回去一定要多好好洗手消毒，要平常勤洗手，然后问他们有什么要不要帮他们买的吃的之类的。嗯，2019年最骄傲的就是一直都有在舞台上唱歌吧，就是能够一直留在舞台上唱歌，我觉得不仅仅是2019年最骄傲的事，也是我一直奋斗的目标。如果想去的话，想去哪？想去到生米的歌单里。春季最担心的肌肤问题啊，春季。不仅是春季，我觉得每个换季的时候皮肤相对来说都会比较敏感，然后春季又是百花齐放，又是万物又在生的一个季节，所以相对来说敏感会皮肤会更容易敏感一点点，所以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皮肤维稳，但这一点我们东方记道就做得非常好。我不知道，因为发歌的时间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因为很多时候一些剧或者电影他们自己也是被动知道时间的，所以看情况吧。最怀念家乡的就是家乡的吃的，因为就算现在哪怕是快递再方便，但家乡的味道还是不会变的，而且家乡味道是通过邮寄寄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真的要听吗？你以为你不会收到一个尖锐的答案吗？肯定会网购啊，可能会饿死了，不停的唱歌，洗澡时候都会控制不住要开始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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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年了，我还看见了手机的 ID， 是我最感动的事情。第一问，你最喜欢的人是？你是在模仿 Siri 吗？爸爸妈妈。这个问题有点尖锐哦。过。What?你以为你不会收到一个尖锐的答案吗？真的要听吗？对。哈。马桶堵了，买了一个通马桶的，但是呢，东西还没到，马桶自己就先通了。肯定会网购啊，因为所有人的习惯现在就是网购，然后最近就是因为也要换季了，然后包括要开始添加一些护肤品啊，最近买了东方记道。唱歌，无论开心还是不开心，我都会不停的唱歌。我问你，我洗澡的时候会用东方记道吗？不会，那会被冲走。会啊，每个人洗澡的时候都会控制不住要开始唱歌。可能会饿死吧。我最满意就是我的耳朵，你看这个耳朵，它又小又脆，形状又好，还不占地儿。哎呀！
我印象最深的第一个偶像应该是邓丽君吧。对，因为我好像是刚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开始知道，哦，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说话的方式叫唱歌。他们其实说过很多话我都很感动，但是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从我出道的时候刚看到的那些跟我留言的微博 ID， 到现在我已经五六年了吧，或者甚至更久的时间，我都还看见了熟悉的 ID，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感动的事情。比较极端就会翻个白眼，不行。哎，你这个，哇塞，很滋润，很清爽，好多，太清爽了。护嗓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会呀、啊。那你主要看什么呢？看和大家看一样的东西。不喜欢，哼！此处需要安静这么久吗？就会翻个白眼，搬过去就是，哎，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说话不要那么肉麻。好多动物的话怕的好多，我是怕的比较极端，比如像动物，我特别害怕没有脚的，或者是特别害怕超过六只脚的。你这个 ，no。哇塞，王菲！上学的时候最喜欢音乐课，因为太轻松了，太轻松了，太轻松了。哎呀，不护嗓子，睡觉，真的，护嗓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睡觉，多喝水，只有这两个。使用感受就是它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很黏，不会觉得它很腻，就涂上去就很清爽，然后它又不会说是让你觉得不够滋润，尤其像冬天的时候，之前有用的是东京华，就用完就会觉得很滋润，会不会干，所以我觉得特别棒，就算去出差去到北京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滋润。现在魔音不要笑，土味情话，我啊当然知道，不会的，拜托。大家都一起走了那么久的路，我有多么的感谢他们。Yeah! 长高高，不要笑，不会的，别人会给我点我的大鱼。泰山。是不是个标准的完美的答案？呀！辣椒，这不用点了吧？土豆，细心吧，春夏秋冬都有它每个季节的精华，会根据季节去出精华。哎呦，哎，什么天籁魔音啊？什么 ？Oh no！ 拜托。当然知道啊，我了、可以播吗？他们都知道我不太会跟他们说土味情话，但是我相信生命们都知道我有多么的感谢他们吧。嗯，大家都一起走了那么久的路了，我觉得会有一定的默契的。生活没有那么有趣，我是一个无聊的人，我还没有一个人点餐成功过。最近真的是有说我皮肤好像还蛮好的。如果我去到未来到底什么时候，哇塞太多了，哈士奇或者是柯基，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回到过去吧，因为如果回到过去的话，那我就是比较先进的人。如果我去到未来，蹦极，我最想蹦极，但是还没有做，是因为，啪！哇塞，太多了，纠结。比如我到现在，我还没有自己一个人点餐成功过。
周深代言了东方巨道之后，生米的皮肤都越来越好了。哎呀，长高，大声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变成一只哈士奇或者是柯基。每一次下一期歌手要唱的歌，所以最近有一直都在认真的准备歌手。有跟朋友安利东方巨道，因为刚好他的那个护肤品用完空瓶了，他们也是最近真的是有说我皮肤好像还蛮好的，所以就问了我平时在用什么，就推荐了一下。小学的趣事吗？任何时期都可以。任何时期的趣事吗？就是学生时代。老师，我先说小时候。你说任何时候？我说任何时候吗？你说学生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初中的时候，我是在广播站的，所以我会要起很早，然后去放那个升旗仪式，就可以拿着话筒喊：“请在二楼还在走动的那位男同学不要再走动了，现在进行升旗仪式。”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你才可爱呢，没有梦想，野蛮生长，比较随性，像八哥吧，有个习惯保持得非常久，会耶，多泡泡脚，冲冲澡，早就有了吧，好好用。你的良心在哪里？没有了。会耶，最喜欢最近的一个表情包，就是上次拍东方巨道的那个视频的时候，突然就拿了一个吹风机过来，那个风吓我一跳，很帅帅的，很帅帅，很帅帅，好好用。你的良心在哪里？就想问他们，没有哎，没有太想问他们问题吧。小时候没有梦想哎，我就比较野蛮生长的那种。小时候过得还挺开心的，爸爸妈妈比较忙，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还是要好好读书了。强行挽回。早就有了吧，前两年就会开始听别人觉得啊什么多泡脚好啊，就会回去多泡泡脚，但后面我有朋友告诉我，就是你多泡脚的话，很有可能你只能够循环到这一部分的血液，所以最好的可能还是冲冲澡，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泡澡，对，那样还蛮好的。你才可爱呢，下一个。以前觉得是鹿，因为鹿住在很深的地方，现在像八哥吧，就不停在说话。好用好用，真好用。哎呀，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习惯保持很久的，就是比较随性，但是有个习惯保持了非常久，熬夜。我一般闹钟都会设定十个闹钟，按灭九个闹钟，然后会被同事的语音：你起了吗？起了起了起了。太为难人了吧，对不起。哦，没有了，在哪？看不见。心理年纪吗？我叫小春，喜欢吃的实在太多了，特别想吃的话是炸蘸贵州的辣椒。哇，我觉得我皮肤还好。我最喜欢蓝色，因为它是我的应援色。心理年纪吗？跟实际年纪差不多吧，毕竟我那么成熟。用三个形容词形容一下你。成熟成熟成熟。喜欢吃的实在太多了，但是我如果特别特别想吃的话，是贵州我们路边经常会有的那个叫什么，洋芋粑粑，土豆泥，然后它会弄成一个饼的样子，然后炸，然后你再去蘸贵州的辣椒吃。哇哦！
我觉得我皮肤还好。但是护肤的小秘诀就是一，一定要卸妆卸干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根据不同的季节去用适宜这个季节的精华，就比如像我们的东方街道，它就有每个季节适宜那个季节使用的精华，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一直用一样的护肤品，你的皮肤可能用惯了一个东西，它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强了，但有的时候你去稍微换一下其中的一两样，效果都会非常好，但是不宜全部换掉。我从小的绰号，对不起，绰号让我与品牌有关，太难了吧？我叫小春，绰号怎么往这个、哦下一道题啊？因为我就是很想抢自己的沙发呀。没有的，在哪？没看见？没有，看不见。难忘的是，那肯定是在那儿遇见的老师，因为真的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亲人，而且他们也是像带亲人一样带我。起床是件好困难的事情，少熬夜。好听，奇葩的东西很多，咸蛋超人，一辈子可能就一次，对我人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买的奇葩的东西很多。Round one， 那个毛线织的那个鱼尾巴，就以为我看电视的时候就这样就不会太冷了。用完之后，因为它都是冻嘛，那鱼尾巴第一天用完，第二天就感冒了，所以就没有用那个。Round two， 一个衣服，然后后面有一大个是类似坐垫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走的时候是带着那个坐垫走的，但你任何地方都可以坐下来。那后面就是因为觉得那个对脊椎应该很不好。K.O.30秒，我起都起不来。起床是件好困难的事情，知道吗？对，最快的15分钟吧。这种最快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哦，下一个。最想听到的是好听，但是我都会回他们，我不信。嗯。少熬夜。好了，重新来。少熬夜加用东方鸡刀。QQ 啊。哎呦，不记得了。但是我用的最长的叫咸蛋超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肯定是洛杉矶，因为我的大鱼和我第一张专辑里面很多首歌都是在那儿录的，我觉得那个是对我人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6-7分吧。对呀，但是不能啊，不能哈，你们都当不了我的人。果然是个天秤座，机智啊。 That's been done， 只有这两个人设吗？还蛮不好意思。只有这两个人设吗？是的。我想当个正常人。机智啊。6-7分吧。你们都当不了我的人。用一个季节，我觉得我每个季节的那一面都有，就像我们东方街道每一个季节的精华都有。对呀，但是还蛮不好意思的，因为当时唱的那版本不太熟练。要不要现场唱两句？哈，不。Oh no！ 为什么唱那样？
左手捻着花，右手舞着剑。歌词什么？眉间落下了一万年的雪。还好哎，还好，但又比还好又稍微要有仪式感那么一点点，但是要比有仪式感又稍微还好那么一点点。果然是个天秤座，不能 KO。三种语言不能。我用三种语言跟他们说再见吧。再见 ，Goodbye，That's been done。